谁呀？来着？喂，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彤彤。你是彤彤哦？哦，彤彤你好。哎，真的可以通哎？真的假的？不是你们在演戏啊？没，真的。不信彤彤，你听我的，你拿你的提款卡到最近的 ATM， 然后听我的操作指示。好啊，你这样子就受骗了，不可以收到这个电话，你就赶快挂电话交给爸爸妈妈，知道吗？知道。Okay, 好，成年的智慧太多在里面，因为我们把它束缚掉，所以透过这样也可以唤醒很多人，那我们共同来保存。抓把抓抓头，掌握好，进。哎，你们过来看，这个电视好像是以前就是很传统的电视，这个是选转台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以前的都要那样扭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你看，以前只有12台可以看，没有遥控器要转的，对，而且这个门还可以拉起来，你发现没有？那我们以前不是会拿大的洗衣盆来洗小孩，那这也可以洗。对，可以洗了。其实以前这个最早的，以前可以吃的都可以。这边有面人，我们来一起来做做看，好不好？我们是老面做呀。好啊，大大的捏水呀。你老师现在在捏什么？现在你看一看什么是不是黄黄的？李卡丘，对耶！哇，来，好，那就动手做吧，好不好？我先摸油，摸一点油，来，大家都手摸一下，然后这些都是面人。都是面做的面团，对，选一个颜色是不是？都够，真的演的对，整个够吗？哎，整个够。还有这派大西，帕大西不是滑色的啊？帕大西要用黄色，这个颜色。我后来衬衫是另外加的嘛？啊，完了，我收一点，不对，可以，对嘛？你看。这样比较像海绵宝宝一点的，可是他的嘴巴怎么？他做海绵宝宝啊，他很难的煮出海绵宝宝。OK 啦。哇，那我把它插起来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立起来。看这样做的海绵宝宝吗？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。这个先把这个拆起来一下。看得出来吗？先不要拿，我们要拍一下。